小姐，小姐，就算我一个人也能找到幕后黑手，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伙伴，滚蛋！别再闹了，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凭你打不过我，笑话！不用再试了。根本动不了我一根头发，不可能啊！怎么回事？会不是为什么？星辰，小姐，星辰，小姐，哎呦，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使不出内力啊？不是你这，你说呀，我为什么都不说是吧？我来告诉你，蒋不听，你敢？蒋不听，你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你给我听好了，因为你的内力从来就没有被封过，你根本就不会武功。